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痴小妹，本期啊又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啦，一起打开看看。哇，没了，这么小小的小魔方哦，我来把它一一装盘。打出来还挺漂亮的呢，得得，哇，这么多小魔方呀，它叫魔方糖，感觉也像方块糖哦。魔方是可以玩的，那我们先来玩一会儿吧。我要摆一个什么造型呢？摆好了，是不是有点那么像？哦，掉了一个，再补回来，漂亮吧，五彩的哟。我来藏一个黄色的，嗯。这糖啊，水果味好足，我这个吃到的感觉是柠檬味儿啊，酸酸的，咬得动吗？咬起来还挺脆的呢，哇，感觉还可以这样叠起来了，哇，边吃着这样的糖果，边玩着这种叠魔方。嗯，不错，感觉它可以成为一档亲子游戏呢，可以比一比，看谁叠得高。嗯，哎呀，有点粘手啊，都倒掉了。那我再来藏一颗紫色的，这个好漂亮啊。嗯，紫色的是葡萄口味的，酸酸的。好酸啊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种五彩的魔方糖吗？可以吃可以玩，哇，还能吃到不同的味道呢。再来一颗绿色的，绿色的好像宝石一样，好漂亮啊，青苹果口味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创意魔方彩色糖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